Hello， 大家好，我是雨辰。然后就是有非常多的朋友呢，都觉得说这个追光者的这个手术非常的好看，希望我可以拍一个教程这样子。那我就把动作放慢呢，再做一下细部分析。那先看一下示范。我可以看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眼眼里都觉得自由。好的。那我们的教学方式的话比较特别一点，是有一个方法叫做边唱边做动作，因为边唱边做动作的话可以方便你去做记忆。那我们现在开始吧。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连眼泪都觉得自由。好的，这样大家学会了吗？那如果假如说就是对这个前面这种边唱边做的动作呢比较没有那么好记的话，那我们现在就把它做细部分解。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就是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好，跟在你身后，然后像就是追着嘛，追着跑，所以是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是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好，不管你会不会经过。好，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就是每当我为你抬起头，连眼泪都觉得自由，就是刚这个动作在这里啊，连眼泪都觉得自由。好的，这样大家都学会了吗？赶快去拍一下追光者的手势舞吧。